这个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功能，叫做缩图页，还有写那个写真书。那这个就是不是缩图页的，也就是你一样可以做成一个范本，你可以将这样分成几格，然后呢，就一个这个就是有文字啊、图片啊进去。那不一定一定要四四方方，那个圆形的或不同形状，都是你可以有特殊的啊去改变。那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呢，我们再知道 Photoshop 里面，你看上面。有没有看到缩图页跟写真书？写真书上顾名思义就是做书用的，所以会一次比较多页，就像我刚才那个一样，帮他们去记决定几页。那缩图页其实如果你张数比较多也可以，啊，一次有很多张都没有关系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从缩图页这边呢、啊，你可以选择新的，或者你当初做好的，可以重新再校进来，新的编辑哈进来。那你看有没有一些针头给你看？好，这边呢，你可以找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万一没有你喜欢的，没有关系，就从这边告诉他，拍谁我不要，我自己决定。可以这样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自己决定看你要哪一张。比如说你要放在网页上的，我们就用640、800、800、600就很大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要能立起照片，你就用这边的啊。假设用600是480，那么你可以看到这边几行几列，我就问一下。我们刚刚呢那一个，刚刚这个，请问这个是几栏几列啊？你们都用过 Word 里面表格有没有？有没有用过合并跟分割？一样的道理啊。请问这是几栏几列？2栏2列，啊，糟糕，你把镜头全完全全部拉回去。它是合并。哎，蓝是实的还是横的？是蓝是横的。对，蓝是直的，列是横的。那你要记其实不难，你用英文比较好记。因为英文的一列叫做什么？这个是 row， 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要比较可爱一点 ，row。最重最重是长直的还长横的才叫最重啊？横的。我问你嘛，你看，所以最后一定是横的。啊、哦，所以列就是横的，按那条哈，好 ，OK。所以这样是几栏几列？三个直的，三栏两列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到这边来。你看，它这边叫行，行一样的哈，三栏两列，那么。缩图跟缩图之间，如果你要有距离就可以用，啊，如果不要就把它变平。还有呢，整张图片，你看我们在 Word 里面有没有边界上下左右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把它，假设你说不希望有，你就把它设成零。好，我这个背景颜色我可以自己定哈、哦。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一样的，我先简单一点，有没有叫黑色的进来的？那你进来之后呢，怎么办？进来之后。假设你可以先找照片也可以哈，比如说我这边先把照片加进来，好，全部加进来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进来了？那你可以这一张，你可以按住 Ctrl， 这样两张就可以选到了。那我们把它合并起来，找这个地方，物照片的物件控制。你如果因为我现在同时选了两个，好，在这个地方，你看看有没有合并跟分割？好，当然你也可以交换位置了，好，那都没关系。所以我现在想要把它合并，这样就并起来。点到它 ，Ctrl 按着。你如果再 Ctrl 点一下，就是拣选了哈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把它合并起来，这样就 OK 了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照片数据不大对？所以，请你找照片，找到这边新版本是在这里哈，以前旧版本是在这边直接换。那现在呢？如果你觉得啊，这个应该在上面，你看拉上来有没有发现有个箭头？放开就好了。好，那这里歪歪的，你就是看这里歪歪的。对啊，点到这张这么大，我的重点不在这里，你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都一样的。当然，这个形状，照片的形状，你可以从这边又可以做一些决定，给它不同的形状都好。那么不要忘记了哦，我们这边如果你刚刚有做那个 PNG 的去背的。你可以从这边调进来，你看我们刚刚是有在这里做计价，你就可以拿进来，你看，那还是去背好的，这样子了解了吧？好，那当然这个文字啊，你还是可以从这边加，或者是你用新版本的，新版本的这里还有一个什么
有一个类似那个文字艺术师的呀，啊，一样的这个效果，哎，一样有点这样子的，你就可以叫进来，点到它之后，你可以点两下来编辑这个内容，也可以在上面直接打，好，就是这边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设定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一样的方法，不同的软体做法不同而已，但是结果都是类似的。等到你做完之后，你看你可以直接输出缩图片，这样就变就拿出来了。好，这样就拿出来。那如果呢，你希望以后这个东西还可以继续编辑的话，你可以来这边。你看这里的储存有没有很多种？存储影像就跟输出缩图片的意思是一样，但是这里有储存专案跟储存模板，这两个就不大一样哦。如果你是储存专案，下次你可以用开启专案的方式打开。但是储存模板就是，如果你今天你看哦，我们在这边，刚刚在这里，刚刚我们在那个 Photoshop 里面，我们不是一进去就有那个，我这个先关掉哈。我们刚一进来说图页有没有一个载入专案，你可以用到。但是我如果是新的编辑，有没有一些这种？所有的存的模板就是存在这个里面，就变成一个范本。那所以你下次就直接点，你不用说用开启旧的，这样了解两个的差别哈。所以这个你可以参考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先玩看看，有问题我再说喽。来。